现代低头族总是猛盯着荧幕，久而久之，眼睛自然会产生酸痛以及灼热感。平时除了要多凝视远方，也要记得按摩睛明穴。睛明穴位在两眼眉心之间，对于经常使用眼睛的人来说，简单的按摩一两分钟就可以明显的缓解眼部疲劳。另外，上班族长期坐姿不良或是久坐不活动，容易造成肩颈酸痛，这时可以寻找在肩胛骨下方的膏肓穴，它是有名的无所不聊穴，成语病入膏肓就是指这个穴道。按压之后可以舒缓肩膀肌肉僵硬以及酸痛。还有一个后溪穴，把手握拳，掌指关节后的纹路尽头就是后溪穴。坐在电脑前面，可以把双手后溪穴放在桌子边缘，用腕关节带动双手，轻松的来回滚动，就可以达到刺激效果。这个方法就算边看电脑也可以同时进行，每天只需要抽出3-5分钟按压一下，长期下来对颈椎、腰椎都会有很好的帮助哦。